这个家里面那个房子，但是家里面房子之前那个妙空的老家那个房子是在哪边呢？这只是写了自己的那个地，原来那个房子是在哪边呢？啊，啊，不在这一张啊，啊，你说到时候你家里面那块啊，庄稼地头是挨着人家比较近的，是吧？嗯，而且这个卫星图啊，你们自己去弄的时候，它这个一看你这个，它还就是属于你的中间鼠标没按下去。啊，去拉一下，看到没有？你们这些卫星啊，你们的这个鼠标啊，它放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它怎么的？嗯，它就会倾斜了，是吧？然后呢，你得要鼠标看到没有？这个玩意啊，本来你还可以是拉成这样子，但是它这个它也是一个什么北的。啊，你看它在拉的时候，拉伸的时候，是吧？它就按下去的时候，就刚开始有一个那个上下箭头的这个数，那个标志，所以你要往上去按下去，把它拉上去，这样的话呢，相对于那个图纸啊，它就更加的什么呢？就是从顶上去俯视看的那种效果啊。你们其他的应该没有这种情况吧？啊。原来没注意的话，自己多注意一下，这样的话拉出来这个角度比较好一点。啊，没有这种情况好啊。因为这样看的话，就是一个是什么，它就有点腐蚀过了啊，测试过了啊。这个房子呢是他一个朋友的啊，不知道男的女的啊，应该是男的啊，男主啊，刚开始谁说的又找了个女的啊。啊，男的啊，不是女的，女的一般是女朋友多。这男的啊，男的的话呢，属羊啊，然后呢，生肖不明啊，还有一个生肖不明的。啊，这个是数据，一个房子呢，等于是像他这种房子啊，他这个有一个这个肖图，一楼的话是2007年建的，二楼呢就是2016年建的，去年建的。二楼来说的话，就是建的这一块，是吧？原来是2006年之前的话呢，就是2007年，就是2016年的时候建的，是吧？啊，男的朋友属狗啊，所以呢，这个空间的话呢是，它现在是分了两个，分了两个空间啊，等于是两种情况去建啊，所以说呢，在我们说的这个陕西那边啊的一些。建房子的话，那个房子都是够长的，跟我那老家的房子是真的就是一样的。我家里面老家的房子也是老长老长的，那块用地，但是我家里面的建的前面一半部分，特别像这种来说的话呢，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是多少米，看一下，6米多啊，我家里面的是8米。啊，我家里的8米可以做2控门面啊，这个来说的话，正好是2控是稍小了一些。房子是这样子，然后应该大门的话呢，通过这个空间去看的话呢，一个大门这个进来的话就是比较长条形的，有天井，是吧？通过了这个去看的话呢，它等于是在这一块来说的话，进来一部分的话呢，这块是天井的部分啊，采光的。这块是采光下来的，也就是通过这里到这一段的距离，这块是留空的，有个天井，前面和西面的不让弄，就进后面了那这个空间，数据这样去放的话呢，首先呢，它现在是数据罗列了，这个罗列数据这个是这个啊，我们所讲的呢。是比较有必要。你如何清晰怎么来都可以。像这个我们所讲的一个简要分析的理载我们先不说是有它这个来说的话，就是从悬空里面所讲的话可以看得出来是什么呢？坐南朝北，
是吧？五三指向啊，这个很容易判别，它跟我们那个商品房的话呢，就比较麻烦一点啊。这个好像讲过，只是跟他家里面有点类似啊，但不是啊，不是他家里面啊，也不是他家媳妇里面啊，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朋友啊，自己一个朋友的那个家里面，有点类似啊。那所以说这个数据山的话呢，就是说是坐南向北纳坎气，后面呢离巽这个坤那个范围有个坑有个坑这个后面挖了一个坑然后最近几年呢，近几年不打算再此处，就是说这个来说的话，就是说自己家那个地啊，这不是说他朋友家，这是他自己家的，就是说在这边来说的话，就是离巽坤的话呢，这边估计放出来的话，有可能这边是巽离巽坤上北下南嘛，左西右通嘛，这边离，这是离是吧？巽坤上北下南，所以呢，我们说了这几个地方有坑坑还不是一个两个还挺深的坑，有10多米你这10多米的话，那个他奶奶说是今天有福利我说福利经常有这个不叫上课的话，就是，只是说有的现在没有什么这个风水基础的话呢，有可能你们可以多去感受一下。大家来说的话呢，你看这堂课，你们能够哪些东西呢？你们可以借鉴的不是样样每个点你们都觉得好像都可以通过这里面来说都可以吸收，比如说是人家整理方案的一种手法，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这些数据的一些什么呢？它条理性要比较清楚，你要跟人家表达的一些东西。第二个的数据的话呢，就是这个房子的数据。第一个，它这个坑的数据我们就不管了那个塌下去，你那个家里面，你就不要老是占地吧，你要老是往这边去占的话，那不直接塌了？你实在割舍一点吧，你割个往那边推个5、6米进去，你看它能不能塌下去了？是不是？不一定塌得下去就是只是老是一味的地大家都是想占的越多越好你要学会舍才有得，对不对？哈哈。数据的话，这个第二个呢是他朋友家里面一个数据前面这个我们就不管了是他家里面这个东西擦掉哈哈。数据的话呢，这个也是五山指向这个也是一样的，他朋友这个五山指向07年见16年又加了一点一部分。男的属羊，女的属猪老大就是朋友的大姐大姐老二的二姐生肖都不明是吧？老三小儿子就是朋友是属狗就是他的朋友属狗，这个老八老爸老妈这是老爸老妈应该是男主女主这个我们能够搞得清楚关系人物关系。一般大姐二姐已经出家了成家了不是说出家了，差点搞错了，出家跟成家两码事没有出家的吧？成家了然后家里面呢，现在来说只有什么呢？都成家了，不住房子了。现在的家里面呢，只有父母，还有那个我们说的那个他那个朋友住所以呢，这是。那个他那朋友最近呢，近年来也是出去打工，所以家里面的都是老人家，老人家一般来说的话呢是住在这边，宇飞没事也喘口气难得进来喘口气，这是数据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数据的话呢，罗列的话呢，大家通过这样的话呢，你们就比较清楚了。那他这种下面的这样去做论断结论重点。我们说论断呢，分一楼、二楼的一个论断，这论断方式，结论的话再得出一个结论结论的话也是这边大概是有几个点，然后重点是怎么样所以呢就是按照我们原来所讲的呢这个大家整理数据分析等等这些方面来说的话呢是怎么去做，你们来说的话也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别人拿着你这个东西的话看的话呢也比较。有头有尾的去看东西不至于来说呢就是盲人摸象一样的。那数据的话呢，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整个空间呢，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数据首先来说呢，它先看一下它文字的，等一下我们再看图片。
文字的话呢，通过这个去看啊，紫山五巷啊，正北偏三度啊，一楼2007年建，差点变成2000年建了啊，这个没挪下来一点，差点没啊。我下了一点啊，2007年建啊，差点是200年建的时候，那这个属于这种叫什么啊？公元200年也够老的这个房子，一看就是一个啊古建筑啊，一般的直接就是大价钱的这个公元200年现在来说的有好多年的一个历史了。那么这个房子的话呢是看出。大门那个是纳坎气啊，也能够纳点艮气，也就是说大门啊，东北方呢有一条小路通往庄稼地，也就是说它这个大门呢，通过它这里去看的话啊，它这个是这个的坎气啊，通往这个庄稼地，也就是通过这里去看，应该是哪张图啊，容易看得出来了，就是它这边来说是纳的是坎气，就是说呢本身大门是纳。就是里面这个是纳的是坎卦的气，然后还有呢，这站到大门口这个还可以看到这通往庄稼，往这个庄稼地去走啊，走的话呢，这个是有个动线一点的啊，大概是有点说艮气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刑法的话呢是龙强虎弱，上北下南左西啊右东。但是这个是属于动盘的一个，我们所讲的这个龙强虎弱。西边邻居房子呢有2层楼，这个西边啊就是左边啊有2层楼，比自家高一些。东边呢这个房子土房比自家低一点，啊就是说是像这种情况呢，西边2层楼高，等于是高啊，比他高了2层楼，这边来说比他低一点。这个低一点，它也是只有1层楼，是不是？这边来说的话，3层楼，这边是1层楼，高2层啊，或者是4层，3到4层，你再不能低它，是不是？一低了就是变成一个空地了啊，只能是1楼啊，不能低下去了。再低下去就是一个那个原始建筑地啊，再低的话就是一个坑啊，不然到时候又掉到坑里面去了，到时候。他这个情况的话呢，通过这个房子的这里面的这个去看的话，这是那个房子的这个外局的一些情况，外局的情况，论断，这个第二个点来说的话呢，应该你可以通过这里面的这个，数据的话呢，把这个数据就是说呢，我们所讲的这个论断的这个数据呢，它可以这个房子的大概的一些东西呢，一些数据可以大方向可以罗列一下，也可以这样的。外局的后面呢，就是离跟巽啊，有个凹的像在里面啊。从刑法从住宅的后面来去看呢，就是一个凹的一个庄稼地，巽宫呢也有个异形的大土坑啊，就是在这边啊，在这边是吧？也就是它这个卫星图的话呢，这个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个坑啊，这个是在它那个10米啊，这个地方呢说是有10米深。啊，但是在他家里面的这个房子呢，我不知道能不能够看得到啊，就是通过照片就应该是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但这个坑本身有那么大，这不用想了，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来说就是坤，这边来说就是巽可以看得到啊，站在楼上是可以看到，坑太深了啊，这坑有比较深比较大。你看呢，一个是我们所讲的外局的一些影响的东西，一个是静。一个是大，是吧？你说离你家里面这个，它有够大够近，那这个地方的一个气呢，肯定是对它有影响的，这是一点，一个坑啊，这就是一个坑，应该是直接把这里写一个坑，不然的话到这里我们就庄稼地复制过来，你这个庄稼地怎么下凹10米？左右下凹的一个庄稼地，那不是直接说是一个
是吧？鱼塘了是吧？那不直接说是一个鱼塘了，你这个下面能够种庄稼吗？那万一下雨的话，那不都是淹了？啊，有人种小麦，你要种别的那就是泡菜了。你要种大白菜的话，那不就变泡菜了？一下雨就变泡菜，对不对？啊，那不知道你们那边是雨水有可能不太那么充沛是吧？那么大个坑是吧？你看的是啊，都不蓄水啊，这个都不蓄水，都是坑。好，我们再看的话。啊，没有现场照片，啊，不直观哈，啊，整理的东西呢，有可能是别人家里面啊，肯定会输东西差一点。你要是自己家里面的东西呢，相对来说你自己的比较上心，哎呀，这个东西会整理的比较多一点，啊，那个论断四的话呢，这个啊外局啊，这个论断三外局刑法这个龙强虎弱啊，金强木弱，近盘呢乾动，那后边来说的话呢。也是什么呢？凹的庄稼地啊，左右啊，它的一个高低情况。动盘的话呢是叫什么？应该是这个啊，动盘应该是什么青龙弱了，西边白虎强了，这应该算是近盘啊。近盘呢，你这个前动后边这个是动近盘，要把它调个，明白了没有？妙空。啊，那个动盘跟静盘这个概念啊，因为静盘呢是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它就是讲东南西北刑法里面的就是这个市政方啊，自然方位叫静盘。动盘呢就是讲前后跟左右，所以说你看你的动盘呢，你写了个东边青龙，但是你这样弄出来的话，你就比较清楚，要自己以后做这个东西是这方面来说那个概念有点模糊或者不清楚。你做的话，你一下就纠正过来了，就很容易。你要是不做的话，你像啊，大家都不做的话，都不知道你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要案例做的话，就是比较容易清楚你自己从哪些方面啊，相对来说好提高一点，好注意一点，好纠正一点啊。所以呢，纠正自己的，我说了，你们自己学习本身对自己来说快，那些的话呢，就是一般你们自己光是看啊。碰到人家那个问题啊，大概有可能是自己原来也有的啊，也有的。但是呢，我们所讲的现在迹象了是吧？就是有的人他就不是自己做啊，就是说光是听啊听啊是你的问题啊，大概有可能也是自己的问题。说了别人的问题啊，在想的是自己的问题，有可能哎也会跟正过来。但这个来说太被动了啊，找自己的问题太被动了。我们的学习要主动性比较强。那么第二个来说呢，第四的话呢，就是房子的它整个大太极坎宫啊，什么先水后杀啊，大太极上北下南嘛，整个房子大太极坎宫先水后杀，厨房的水龙头和灶，外边的啊前杀，厨房的水龙头和灶，这个是坎宫，要先你这个先水后杀这个思路是。先水后杀，你的大太极的话是什么？这边来说是这，如果真正通过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我们所讲的应该是先杀后水，啊，先杀，然后后什么呢？后是水，后是开门，啊，这个点能理解了吗？如果先水后杀的话呢，说明来说，比如说你这边这坎宫这个大太极，是吧？你现在是厨房，这是杀了嘛？如果这边是卫生间。那过来以后，这边是厨房，这边是灶，这叫先水后杀啊。你现在来说呢，是这边大太极坎宫，这边是灶啊，或者电视机，再过来它这个是门呢，我们说当做纳气，当做虚水来看啊，这是先杀后水啊，能理解吧？啊，所以这个杀水是先后的这种，在空间去看的话，这个东西啊。像刚开始那个人家一点啊，又清楚了一点啊，一说的话呢，自己又清楚了一点啊，明白吗？妙那个妙空，是吧？这个是在数据上的一个表达方式啊，洗手盆要照了啊，所以呢，我们在看的话呢，这个乾宫见杀啊，就是上北西北啊，西北的话呢，我。
我们说的啊，电砂啊，它也有什么呢？电磁炉啊，觉得这个大太极啊，大太极感觉来说的话呢，这个是也有点什么呢？锅啊，这个锅啊，这条线来说的话呢，它也有什么呢？也有个灶啊，也有灶的像在这里面。一般来说，家里面灶还是挺多，是吧？好，再者来说的话呢，这个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电磁炉和铁锅，离宫呢建水，最后面的洗澡堂和厕所。离宫的话呢，在这边来说，这个后面有一个什么呢？洗澡间跟厕所是离卦的。始终来说，我们所讲的这个空间啊，整个的什么呢？它的整个我们所讲的呢，太长了这个啊，这种空间呢，所以呢，有的这种长的话呢，其实我们所讲的你们也很清楚，像这种格局的房子的话啊，其实房子像我们老家，跟它这个是类似的，我家里面那个，呢，比它这个是什么呢？还要窄。我家里面那个比他这个还要窄，就是我老家那个房子，就是原来我们镇上，你像他这个已经达到了6米2，我们那个呢一空就是一个单的4米，3米多4米，应该是4米的样子，还要少，很窄，那他这个来说是有多少米呢？好像28米吧，也够长的了，像是3米。我家里面那个呢，也差不多也是有二十，有二十。如果是按照那个实际的去弄的话呢，应该差不多也有个多少呢？20多米，有20多米。所以说呢，你看那个4米不到，20多米，你看那个房子是不是很长？对吧？其实像这种从刑法来去讲的话，这种房子呢，它其实是从某个方面来说的话呢，不算是很旺的。从形来去看的话都不旺，我说原来我们所讲的，有的房子呢，你一看的话，那种，比如说像这样的四房四正的，就算是我们说了如果是朝，按照你这个如果隔壁一家是这样子的，这个肯定好一些，你看着比较宽，比如说他那个8米的，这样的话。他这个来说，就是如果布局得当的话，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旺的，不一定是说有那么长，有那么长的，或者就算是你要再长一点呢，大概是这样子，其实我们说呢，这个它整个的宽度有两控的话，这样的也比较好。还有呢，就是如果是比较长一点的三控门面的这样的，其实也可以，但其实这种来说的话，就像木型房子的这个很长，很长的这个东西。好，我们再看了，那通过这个空间来去看的话，它这个数据罗列出来的话呢，这个龙过堂的这整个的大太极的房子，在这个坎宫龙过主卧，它是讲的主卧龙过堂，大太极的在坎宫，主卧呢本身大太极，房门纳坎气艮气，气不专，又窗户纳震。电视机呢在坎宫交换对宫的坤宫坤的有一个矮柜，那个主卧这个主卧是在这个地方，父亲的这个睡的房间，你看呢？父亲睡这个房间呢是什么呢？你看这个是什么呢？好不好？进来的就是一个这个这是主卧的一个情况他这个这样的话呢，北面嘛，这个不就是坎门呢？但这个电视机其实起不了作用，可以差不多起不了什么作用，能看出来吗？这个主卧的问题，然后这个又是玄武洞，对不对？它这个又是玄武洞，是不是？那这个空间来说的话呢，这个空间来说，我们所讲的，一看这种房间的布局就会很多的问题出来，很多的问题出来，因为他为什么不放这边呢？因为他这边又是灶，火烧火燎了，
而且就算是放这边的话呢，其实离这个灶啊，我们说离它这个床靠的什么呢？又靠的这个啊，我们所讲的这个龙边啊，龙边来说的话，又靠了这个墙的话呢，这个有灶这个墙呢，其实也不好啊，都不大好。但北方来说的话，这边有灶的话呢，这个铁锅的话，或者这边来说生火的话，这个它是不是有些加柴火是往这边加的？炕。那个土炕，或者要生火的话，那土炕加热的话，是在厨房这边来加那个什么吗？是不是的？像这种房子是不是？啊，是的，差不多过60了，还在跟那个基建队，所以呢，你像呢，主要是为了图了一个方便。啊，因为它这边那个它加火啊，就是加热，冬天的时候啊，睡炕上的时候暖和的时候啊，那加热的时候在厨房生火，它就比较方便一点。但其实呢，诸多的一些问题，这边不好，这边不好，特别这个本身就冲床头了，这边来说它又是玄武洞了，啊，这边又是玄武洞了，是不是？所以其实来说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题啊，我们再看。啊，所以主卧的话呢，本身是这个情况啊。厨房呢本身都有个大太极啊，房门呢，你像它这个窗户又在正啊，这是没办法啊。不说自找苦吃，就是说我们很多空间的一些情况呢，它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现在的老百姓啊，其实有很多的空间呢，最基本的东西呢，他都不会。这是自己来做都不是很清楚啊，因为我们所讲的，我们其实从什么呢？我们从古至今，不是说我们的文化断层了，经过什么呢？经过有些像那个时候的一些战乱啊，比如说像明末清初啊，清末明初啊，一个是朝代的更替啊，再到我们的这个民国，再到我们现在社会主义。在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话呢，中国的整个的建筑这一块的这个质量要求啊，跟古代这个衔接的时候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啊。但不是说我们本身没有这样的文化延续，现在很多来说他只要什么呢？原来是你只要是什么，你们很清楚，只要家里面有钱，原来老房子有一块地，我能够先用那个砖头给它搭起来啊，它能够稳固啊，我能够住那个房不漏水啊，能够遮风挡雨。啊，睡觉暖和，其实来说就已经不错了，对不对？是不是？能清楚吧？啊，其实他对其他的就要求他就不高了，啊，他也没有，其实再加上我们的现在的这种文化的，就是这个东西，他没办法去像那么系统的，很多家家户户啊都延伸过来。那么像上次我给你们看的，我回老家去看的那块地。啊，旁边山脚下那个户型是吧？山脚下那个户型的话呢，它是什么呢？老的农村那个地，它建得非常规整，新的话呢就建得比较凌乱啊，新的会建得比较凌乱，它也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你像广东那边呢，或者广西那边呢，还有其他的像福建啊或者怎么样的都有，它有些好的农村里面，它的规划来说，在原来那种规划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好的。房子来说，它的规划的，它也是就是一个房子的规划是比较有序的，啊，就是前后左右，包括农村里面的房子与房子之间，还有那个防火巷，对不对？它也有防火巷等等之类的，它都有比较有序，而且它那个房子的，你像那个屋顶的，它都是这种斜坡式的，是吧？那么来说，这个是也算是朝外水，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啊，所以到后面来说的话，就是。啊，在这块来说，在我们近代，就是近几十年的话呢，前面的几十年的话，只要是说你那个家里面的房子你能够重新翻新，啊，能够把这个东西遮风挡雨弄得好，其实就已经就不错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像我家里面那个老家那个房子，我们那个是山区，啊，我们那山区的话呢，原来就是全部是木板房，木板房很破旧、很破败的，那时候我就告诉你，
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房子呢，就是有很多地方都是漏雨的、漏水的，那个是被那个那屋被都是瓦片的，是吧？农村里面的都是瓦片的，但是后面来说你，你拆都不敢拆，到后面就是说你一拆啊，自己家的房子拆了，把人家的房子给拆倒了。我们那是连起来的，就是跟人家那个墙啊，都是供，都是供了一个木板，我就告诉你，所以那个是我们的山区的，所以我为什么跟你们在说这个事情呢？就是他不是说啊，农村人现在呢，他对那个不讲究，就只是说他没这种意识，是吧？但是现在我们很多那些农村，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强，所以说你们自己了解的这些东西，以后来说，你真正来说你要给人家规划空间的话呢，你从某个方面来去讲的话，你可以规避很多一些事情。其实来说的话，也是种善根啊，结善缘，有些事情也是这样子的。你给人家空间规划好，问题少的话，自然来说啊，对人家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好，那个。厨房这一块的话呢，什么呢？厨房的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大太极啊，在这块大太极来说的话，这个是乾它有灶，但是小太极的话呢，我们去看它也是乾灶啊。从厨房里面的小太极的去看的话，也是乾灶，对不对？啊，乾灶这个点来说，厨房其实在这个点来说，其实我们所讲的呢，应该算是比较那个一点的啊，比较严重一点的。而且这个灶来说的话呢，啊，其实不太好，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所讲这个空间的话呢，老父亲啊，在这个来去看的话呢，父亲的话呢，这个他离卦就是看那个先天大太极的离的问题大不大，他这个啊，他本身来说本身有那么深的啊，要就从这个灶的这些等等一些细项来去看的话，这个离卦的问题肯定是有的啊，离卦的这个乾卦的问题肯定是有的，乾灶这个问题。问题比较啊，对身体来说影响是比较大一点啊。主卧啊，那主卧他又还在说的主卧的大太极位于坎宫啊，这个位于哪个宫位我们就先把它弱化。主要是呢，他的小太极啊，这个来说刚开始已经说了，坤宫有个啊。坤宫啊，坎斗有个矮贵，那个矮贵呢，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其实最主要来说的话，在这个空间一看，重点呢，它表现出在哪些方面的问题啊？厨房本身这个大太极旁边那艮啊，正见水啊，照在啊坎乾以及乾为主啊，坤见杀，电磁炉这种来说的话，你可以，你真正有了这个火灶的话呢，你这个电磁炉来说不就是一个摆设？我们所讲的啊。那电磁炉来说，你可以这个是什么呢？我们所讲的这个电磁炉是可以啊，你可以放这里啊，也可以挪着走了。其实说的不好听的话，这电磁炉是不是就是一个活动的一个东西？能够理解吗？那电磁炉啊本身就是一个活动体啊，你活动体的话，这个活动体来说它是可以啊随便挪。其实真正来说，你要看空间的重点。我说这就是比如说像这一块的东西，重点在哪里？就在这里，是不是？你这个来说就是啊。不算是重点的啊，不算重点。你要火没火，只是有点热量而已啊，有点热量而已啊。你要说起到坤的一个力量也蛮强的话呢，它不是一点没有，但是主要的话呢，我们说这都跑到这个钱这块来了啊。但是现在来说图方便的话，用一下电磁炉烧个火啊，半天啊比较麻烦，没这个来得快，一插电就来了是吧？好，这个是七。七的话呢，朋友啊，住的龙过堂，方面那更七啊，这个朋友吃窝饿的话，就是那个他姐姐住，是吧？吃窝一吃窝饿啊，吃窝一吃窝饿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所讲的这个是吃窝一，你看这个房子啊，我们就其他的不说的话，像这样房子你们觉得旺不旺？从刑法来去看。气旺不旺？啊，为什么不旺？你从哪些去看不旺呢？啊？它一个是空间大，是吧？也是长条形，它整个空间也是够大的啊。这里面来说的话呢，我们所讲的，有的来说的话呢，甚至来说的话呀，就是
床后面它也动了，这本身也是是吧？本身也有龙过堂的格局不弄，他非得要弄用那种龙过堂的，这非得要弄个玄武洞的龙过堂，玄武洞的龙过堂。那这种来说呢，虽然是叫龙过堂，但是这种其实谈也谈不上很多的东西了。床呢，把它挪过来的话，你看这样子的话，这种朝向的话呢，这种龙过堂，但我们所讲的这个回旋也不对，是吧？气呢跑到这边早就弱了，也还跑到这里来，怎么来呢？说窗户这块的话，你如果真正把窗户打开进气的话，那是要冲床头了。真正从这边那个气进来的话，到了这边来说，基本上就是很难达得到了。那么我们说，真的人的身体重点在这一块的东西呢，有可能你来说根本这个气就来不了了回弹呢，像它就不可能那个气回旋跑到这一块来。一般来说比较旺一点的，是不是就是进来大概是在这一块的地方，是吧？你这边来说就是一半来说，这边的气早就不旺了这个来说呢，次卧的话呢，从某个点稍微强一点点那个气，但是呢是腹过堂一个格局，留给姐姐住但是呢这边来说呢有个上楼梯上楼梯的我们说这边的一个是楼梯就是空间来说所讲的呢，像空间那么大你说房间你要那么大的干嘛的，对不对？你说房间整那么大干嘛的？你说农村呢也他就不讲究这个事情。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我说了这里面我说至少是可以隔三间出来吧。至少可以做三间吧，是吧？做三间以后的话呢，房间聚气，然后这边来说，你上楼梯的话呢，是吧？这边还有一个上楼梯的，要开房门的话，全部弄成一个什么的，这个是什么的，估计不太好弄，那更气的如果可以的话，就是那更气就是隔三间全部是做成这样子的，那更气也是比较好的，有条件不太会用，不太会使用。这是他整个的一个房间的一个情况在论断来说的话呢，是自己论断，16年建成的不常用主卧，你这个是论断没论断出一些现象从这边的这种叫论断二楼的只是说它也都是一些数据的一些分析分析这二楼来说的话，16年建成的话就是在这个情况的二楼这一块二楼16年的情况建成的，二楼的话，我们来看到这个的话呢，它房间的这块就是窗户了，这边，这边来说的话呢是这是后面，这是前面，这是前一个后一个前一个后过来以后的话呢，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但是它这边来说的话呢，从那边上了楼梯它这里楼上呢还有一个客厅，你看这个客厅，这个客厅坐起来的话，电视一放这边，是吧？所以呢，通过很多的一些情况来去看的话，我们现在的一个农村的房子修建的话呢，确实问题很多修建的这种情况问题很多。那这个地方留了一个门出去是我不知道跑哪去通过这个去看的话，因为这边来说你留了一个门出去的话，难道跑这边来了吗？这点有点不太搞得明白因为通过这个去看到这是一个斜坡了还会站到屋背里面来玩一下，还是怎么样？就像这个门你这个现在是上楼梯往这里上然后它这个。我们所看的呢，它这个，房子是，房子怎么看呢？后面，因为它这个是在后面这一块的有个上楼梯，后面的上楼梯的话呢，也就是在这边的样子这边的样子应该有个地方上楼梯是吧？应该是往，差不多是这个地方，那也不对呀，应该是在这边吧，那个门是这样的是这么回事等于是从这里进来，但这里还有一个楼梯，这个楼梯
就说你这边这个楼梯是不是跟楼下楼梯是连起来的？这就是跟楼下楼梯连起来的吧？啊，这还不是啊？啊，这个难道还是上这上面来的吧？上屋顶的是吧？这个来说，直接上来就是一个房子。那这个就是这个楼梯来说，就是上什么呢？难道上屋顶的吗？这上屋顶的楼梯啊？啊，楼梯直接上来就是二楼客厅。那是的，我就是说这个上来的话就是客厅的嘛，是吧？转上来就是客厅，就在这一块嘛。啊，是不是？转上来，这块就是客厅，客厅在这一块。啊，这边来说对的这个房门就是到那个啊，这边来说就是对什么？对那个平台的啊，就是。这个房间呢，可以去那个平台这边来说，就是到了客厅啊，这边是到客厅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房子的话呢，真正要出去到平台的话呢，主要经过这个房间啊，大概清楚了啊，因为它这个楼下呢，所相连的这边上来呢，等于是这个楼梯上来的话呢，就是到了客厅这边的客厅。那房子的话呢，有一面的话呢，两个房间，这个是有窗户的，这个是有门的，啊，隔开，是吧？隔开的话，这个就是可以到二楼的什么呢？往前面走的那个啊，房间里面来的，因为你这个是调个的，等于从这里上啊，上了以后就是这边是客厅，从那边出来的话呢，这边就是可以到那个平台的，通过这里去看就是平台，啊，是这么个情况。啊 好，那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看这个二楼客厅啊，上来的话，你像这个客厅来说怎么样？洗澡间，这个只洗澡不上厕所的是吧？有没有上厕所的呢？上不上厕所？二楼。还没弄下水啊，所以你看啊，包括这个也是一样的。这农村的房子的时候，很多它不解决这个什么呢？我们说这种净排水的一些系统啊，准备过年回来弄。这样的话呢，你就出去上厕所啊，上厕所要跑到外面去，要跑到后面去，是不是？就应该来说，得跑到这个房子的后面来上厕所啊，不会在那个楼啊家里面上厕所。是吧？就像那个后面专门留了一个那个茅坑一样的，啊，所以非常不方便，是吧？非常不方便。前期搞设计的时候，那个房子的话，大概的数据我们可以再去看了一下，啊，然后楼上的话，这个有点凌乱啊，看上去这个东西有点凌乱，可以多分几个出来啊。你看这个，从这个去看的话，这个是巽门啊，这个是巽门。我们看习惯的还好，没看习惯的同学就有点凌乱了啊。这是一个巽门啊，这是龙过堂巽门。然后呢，这块来说还纳一个坎气啊，一个坎。我们这主要两个数据，一个是巽，是吧？坎巽，一个北一个东南啊，对不对？啊，是这么个情况啊。正挂一个电视机啊，其他的所谓的这个坤啊电脑。啊，这坤电脑可以适当的再排过来一点，啊，还有所谓的其他的东西啊，这些有个柜子或者什么的，这个可以先忽略了。啊，那么我们再看到它这个主卧的话呢，什么？这个是俯卧堂，你看这俯卧堂弄个电视放到这里来，啊，不知道那个电视为什么非得要放那里？难道放这里不好看一点？还非得放这里好看一点啊？啊，这农村里面的房子都很有意思的。那通过这里面呢，它主要是离气，离卦的气啊，还有一个坎卦的窗户，靠边也靠得近啊，所以这个空间的话，我们所看的话，整个的这个气场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
电线插座在那里啊，你实在不行的话呢，稍微重新再走下明线的话呢，随便就走过来了，是吧？我们不是说非得要穿墙走，我们现在农村的房子不都是走明线的路啊，对不对？啊，走明线，用那个盒子盖了不就走过来了？只是不乐意搞这个事情啊。好，整个的空间呢，它结论这个坎的问题比较严重，大门坎见水啊，比较劳碌奔波，正卦也比较弱，贵人缘不是很好，财运方面还差不多。一楼的能纳点艮气更为山，阻力大，但也比较辛苦。情感方面呢？看热闹啊，这个坤宫没什么大的问题，相对来说还不错。九零四的话呢，目前也不知道怎么，健康方面不怎么看。小孩的话呢，朋友的住一楼来看的话呢，前世来也是比较辛苦啊，自己又属性在乾宫，窗户能够纳点什么巽气啊，加上二楼空间离门啊，坤气啊，也是一个女强的一个格局。所以呢，重点这个所讲的这个是啊，生肖也纳点这个巽啊，巽也有点问题。情感方面的有一定的影响，可能晚婚啊，有个先天的巽，门沾点坤就有点先天巽啊。小二子这段小二子朋友结婚可能也是虎强这个格局，如果是结婚的啊，目前不会看。大概来说的话，数据是丢的蛮多的，但是就分析的东西呢，比较少啊，这个分析的东西比较少。所以我们所讲的呢，像这种空间的话呢，是首先来说的话，像这种空间呢本身来说啊。我们所讲的不太旺啊，一看这种格局的话，就是不是很旺的。而且我们所讲的为什么来说的话呢？因为像农村的很多呢，一般不会在我们说这个厅这一块去怎么样？这厅这一块呢，就是完全是空空的啊。而且这个来说的话呢，它同样也是一个什么呢？啊，一直一直通啊，一直一直通啊，一直一直通到底的啊，从大门口。到这个后门这个杂物间啊，或者来说呢，一直也通着所谓的这个厕所啊，当然这个厕所门啊，不是往这里去开啊，这边又是杂物间。一楼的话呢，这个利用率呢，就是只是做了一个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属于农业生产啊，属于在乡下搞这个农业这一块的，有时候搞收成的时候啊，在前面这个堂屋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说叫堂屋是吧？在这块来说呢，就是有可能是。放一些这个粮食啊，或者什么收成的东西，有可能都是往这边堆啊，在这块的也可以堆一下啊，进来的也比较方便，所以留的口子也有那么大啊。然后这边来说，你看呢，还有一个这个洗手池也放了坎宫啊。再者来说的话呢，它这边来说，通过这个空间来去看的话它整个这块是什么呢？这边跟这边。啊，这边跟这边的一个，我们所讲的一个，也就是在这一块，进来的房子的在这一块的话也有个水，然后在这边来说，我们所讲的空的地方来说是什么呢？其实它真正空的地方，一个是通过它这个目测来说的话，应该是从这里开始，然后再到这里开始，这段的距离应该是空的，啊，这段距离应该是空的，是不是？啊。算是一个空的，所以这个整个来说的话，它采光考虑的一些采光，这种空间呢，一个是比较长，而且气直接一通到底的话呢，这个是穿堂气是比较算是比较严重一点的，所以说这种整个来说的话，那个气它不够，它没什么停留，没什么停留，旺气你也不那个，你凶气的话就直接进得快。啊，凶气就直接进得快，旺气来说的话呢，你好像就是在这里面来说，它就没一个所谓的转化余地，你把它收，把它兜拢起来，你就说是到了这边来说的话呢，你不停留的话，在外面来说，到这边来说，这个从某个方面来说所讲这个天井，在这种情况下来说的话呢，不是很好。你看我们所讲的呢，原来的古代的建筑来说的话呢，它是什么呢？它有些有天井的，它当然有条件，是不是？它在中间这一块的话呢，比如说它房子的中间它有采光井，两边来说，有可能是两边的话呢，这边跟这边有可能就是房子，当然它是比较宽的一种情况，它比较宽的情况，有些是这种。我们上次去看那个黄兴那个故居也是一样的，他家里面那个房子，黄兴那个故居，他家里面的房子也是一样的，中间有采光井，他的是什么呢？简单画一部分的就是的，
它比如说这个是啊，后面那个主屋，而前面这块的话呢，有个采光井，这块来说的话呢，好像有个那个隔断屏风，前面当然了说，它这前面这一块是进来的一个门，啊，往两边，啊，再往两边走，这边还有房子啊，到时候这边也有了，那再往这边的话呢，它也有房子，这边也有房子，它进来的话呢，就是这是大门进来，往两边分流。啊，这是有路接过来的，有路接过来。那这里就是空的啊，这块都是空的。采光井这块来说，就是他们那个供了祖先牌位的，这个就是一个堂屋，这里一个隔断，这个就是一个隔断。所以说他那个就是比较进来的时候，他就是叫什么呢？他就有一个隔挡啊。他其实他就是到后面来说的话，有个采光井，那个气他也容易往那边聚啊，也容易往那边聚。它像它那种空间。整个空间格局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再看的话呢，这个父亲他这块的情况，你这个你分析这个空间的呢，他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你他家里面的情况，你自己有能够清楚多少啊？就是说呢，他比如说他现在的父亲母亲啊，他有什么一些问题，或者他自己本身有些什么问题，清不清楚啊？清不清楚啊？但是这里面你只是说是有了一些生肖，你像。都是一个是属什么呢？清楚一点是吧？清楚，但这里面你没具体反映出来。那我们看的话呢，这个是男的话呢属羊啊，男的属羊，女的属猪，就是老爸属羊，老妈属猪。在这个空间去看的话，羊的和未婚生的话呢，我们所讲的什么呢？啊，婚宫大太极的啊，属猪的话呢戌前亥乾宫啊，戌前亥。所以呢，像这种空间的话呢，本身的乾宫的话是什么呢？啊，这个情况的乾宫的话呢，母亲其实来说，啊，父亲属阳啊，母亲属那个，就在这个空间这个太极点来去看呢，其实母亲的她那种身体来说的话呢，本身的问题相对来说也会，也会比较多一点。这种空间有乾兆的话呢，其实，从另外一个点，哎，你看到这里他也写了个主卧啊，他现在来说的话，他到底是住楼上住楼下呢？现在目前是住楼上楼下，你这里有一个主卧了，啊，住楼上是楼上是楼下了，啊，他爸住楼下，是吧？老妈呢现在住楼上了，分开住了，啊，是不是？这个你如果清楚的话，我们所讲，首先一个坎宫，从整个坐南朝北，啊，啊，自己回来现在住在二楼，啊，二楼有两个房间嘛，老妈回来跟他老爸住，啊，就把他腾出来是吧？所以我们所讲的这整个的坐南朝北，整个空间这个向开的又是坎门，开的是个坎门的话呢，你们再去看的话呢是什么呢？整个这个空间这个像的话呢，其实它在这边来说呢，它也是一个啊，也是一个那个太极点，也可以去立一个太极点。这太极点来说的话，你立出来的话，这个太极点它有点啊，有一点点艮啊，但是占了主要有一大部分呢，也是在这个我们说把它删掉，也是占了一大部分的在坎，是不是？也占了一大部分的这个门在坎啊，所以呢，加上它通过这里面那个，这个又是巽。啊，这边来说，它其实也可以当做坎来去看为主了，更加其实可以说是忽略了。啊，整个的坐向来说，它开的这个大的，它也是个坎。所以我们所讲的这种空间的话呢，整个来说就是什么呢？啊，整个来说的话，坎卦的像是比较弱的，啊，比较弱的话呢，你像这种空间的话，你再通过它的其他的几个点去看的话呢。包括他现在所住的一个啊，所住的这个房间，他也是容易纳这个什么坎气。这个呢，你可以呢，把它往这边挪一点的话，如果往他这个身体上这个部分去挪的话，这个太一点，都完全基本上都是纳坎气的为主。那再者来说的话呢，你这是他老爸的啊，所以说这个家里面是谁最辛苦呢？这家里面的就是老爹是最辛苦的啊，这家里面的。老爹呢，从过这里去看的话，宅主
这是非常非常辛苦，这累屁的项。而且我们所讲的这种空间的话，正常来说你，它是2007年去建成的。其实这种情况，我们所讲的这种空间的2014年那一年的话，你不知道他家里面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2014年的时候，你真正像这种也在工地做水电的，反正都是男的，在这个空间呢，都是一个辛苦项，劳碌奔波，而且又辛苦，做事也比较累，比较累，在这方面我们所讲的，2014年的话，像家里面这个基本上收入算是那一年的话呢，也容易破财，我们所讲的，当然做庄稼活的话，能够破多少财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也是有这种破财之象，这个坎气的话呢，加上。北面的话呢是什么呢？你看北面横的一条路，我们所讲的这个是北面，这是横水，北面的话，这是一条横水，是吧？有一个横水，横水的话呢，我们所讲的，它当然它这个有块地是往这更去走，还是有好的在这方面一个北面路，然后开坎门，然后老爸的住的房间里也是坎，还动了手术，吃坏肚子那个，你那个是他就是你那个朋友，再加上呢，你那个朋友他住家里面住的多的话呢，主要是看那几个项呢，虚前害都是在前宫的，前宫是什么呢？虚前害啊，虚前害，老爸老妈的话呢，老妈跟他自己两个人来说都是在一个宫位，前宫他这一块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就是金强嘛，金强，金强的一个象。从某个点来说的话呢，其实它整个的这个巽木跟什么呢？跟震木，就是巽离两个卦是比较弱的。而通过这里去看的话，这是乾金金强了这块来说的话，它也是属于它整个的灶的一个范围，也是一个灶台的一个范围。包括来说，这里是。我估计来说的话呢，这边来说是生火的地方，是吧？这边是生火，两个灶眼的生火烧火的地方，这边来说的话呢，它完全是一个灶台，不知道这边来说有没有火了但这边来说始终来说是有什么呢？你生火的话，这边来说这个对宫它这块，虽然那个灶没直接放在这边，在这个临近这个对宫来说，它也不弱，也不弱，那么从这个空间再来去看的话呢？你看的大太极的这个象，东边是弱吧，正卦是弱吧，对卦是不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实一点？我们说正卦是空一点，一个空一个实，能够理解吗？这是正卦的，正对两个卦，东西两个卦，还有来说的话呢，我们所讲的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纳巽气的，还受这个这边还有一个水啊，还有这个水在这里，你这个往这里去走的话呢，有可能它不一定在这个离卦的多。也是在巽，看到没有？通过这个门洞去看的话，这个点它也是在巽，它也是在巽。那这个太极点的话呢，立出来的话，这个本身它也是一个巽气，也是一个巽，所以我们所看的话，你整个的，在内局的话呢，它这里面的这种木从某个点来说是相对来说弱，弱一点的，而且是乾金，金旺，木弱，那个来说的话，你去对那个流年去推断一下，你说前几年，我们现在比如说是现在来说是已经到了2017年，2017年对这是酉对宫往前面走猴这个这个，那么来说的话，看是不是在这种对宫的辰巳年，辰年还是巳年你看是不是成年还是四年，这一块来说的话就有这样的一个象出来就是叫哪一年呢，就是1113年还是12年13年12年还有没有这样的象。还有一个破财的象呢，就是身体的伤灾而破财，就所谓的就是像这个坎卦14年这一年，因为什么身体上
的一些问题，所以动手术啊，这种伤灾破产，那我们也可以说是这种破产。一个是13、14年啊，伤灾再加上这种前倾，所以这个空间来说的话呢，它一个是对父亲啊、母亲，我们去看的话呢，这种相的话，其实身体上也都容易以后就慢慢的容易有问题。这个前兆的话，通过这小太极去看跟大小太极的这种兆。这父亲的话呢，其实身体来说的话呢，一看，你看这个空间那么操劳，啊，父亲那么操劳，其实父亲的身体不算是很好。但他父亲身体具体哪些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你自己清楚没有？啊，他父亲的身体，啊，这个前兆来说的话呢，我们所讲的，啊，这个你就不清楚了。所以呢，有很多东西呢，因为这个空间呢去看的话呢，一般我们所讲的这种前兆，啊，父亲的脾气怎么样？哎，父亲脾气怎么样？这个你清楚吧？啊，脾气还算好啊。那这个东西呢，这种前兆的话呢，说这种空间，父亲脾气算是比较好的。从这大太极来去看的话呢，我们说讲的，这个来说的话，脾气来说也容易见长的啊。脾气来说的话，他如果是说脾气不见长，那这个身体来说的话，你再去看啊，倔是吧？所以说你说那种啊，所以就是说你们自己去那个什么呢？去看的话，这个就是其实这种前兆，其实也有点就是说我们说太执拗了，就是说那种啊，肯定不转弯的啊，自己决定的事情就不会转弯啊。所以我们所讲的也算是一个直肠子啊，也算是一个直肠子，因为它对卦来说还好，没什么大的问题。通过这个空间来去看的话呢，在这方面的大太极啊这些东西啊，对卦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就是空了一点。正卦空了一点，那其实像这个空间来去看，我们所讲的一个他母亲来说，母亲来说一般是住，正常是住这个房间是吧？啊，他的性格太倔了，因为就是我们说的老人家那个脾气比较倔嘛，啊，老人家脾气有时候比较倔，就是这样子的，就是遇事情不容易转弯，因为我们所讲的他就是为什么不容易转弯呢？因为乾卦有个什么呢？他乾卦里面。啊，是吧？乾为天卦，是吧？乾为天卦，头嘛，啊，也是主头的，啊，头部来说的话呢，它又是一个什么呢？就是遇到火烧火燎的那个头部有个火的相，容易上头，啊，就是一般的遇事情的不够冷静。母亲是住1楼，也是住这个主卧，也是住的这个主卧的嘛，啊。住这个主卧吧，那父亲住，你这也啊，你要是住1楼，1楼没地方住了，杂物间，那你这写的就是一个父亲住，然后这个朋友住，这边来说就是姐姐来的时候住，杂物间，再加个括弧啊，母亲住，啊。他姐那个房间是吧？姐这个房间，啊，这姐这个房间呢，从这个父母亲来说的话呢，他也有个什么呢？因为我们去看了他整个空间的话呢，你通过这个一个是巽是吧？一个正卦呢是比较空一点、弱一点，啊，正巽的问题来说的话，在这里面那个内局的话呢是还是有问题的，包括这个窗户是吧？窗户的是吧？这个玄武，啊，正卦的一个气。啊，其实呢，整个空间来说，正卦来说就是空了一些。从了整个的建筑形态来说的，正卦是空了一点。啊，然后呢，在我们所讲的呢，母亲呢，就算是在这边来说的话呢，这个也是正窗户，然后纳的也是有一点这个艮气。如果是说往这边偏的话呢，怎么了？啊，它也是艮气正窗户。啊，然后来说这里面呢，房间里面还弄一个冰箱，你说呢？你说谁家里面？跑到这个睡房的房间里面弄个冰箱，那为什么那个冰箱呢？不考虑是弄到厨房里面去，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为什么要弄到这个房间里面去啊？所以也不知道是家里面的这些人怎么考虑的啊？主要是为了晚上吃好吃东西啊，这弄了一个冰箱，弄到这边来，那这个冰箱来说的话呢不太合适的，非常不合适的，寒气嘛，那个熏的话，这也容易对身体容易造成影响，那。我们所讲的这个空间呢，再加上这边啊，
后面来说就是一个院子的，它这个什么呢？留空的啊，留空的，围了以后呢，有个厕所。其实坎卦来说，其实从某个点来说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坎见水。离卦的它是这种厕所，它是这种厕所，它这里离呢，它这是有点见水啊。那我们所讲的几个重点的一个功能区的话是什么呢？重点的几个功能区的话呢，一个是像，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房间，自己的一个房间去看的话呢，那了一个有点一个艮气啊，适当的有点艮气啊，但是这个气太弱了，整个空间的气弱，所以这个空间的你自己数据按照这样去收集的东西是已经算是可以了，但是呢，因为这个空间呢你自己没有去，能够像自己的空间一样这样去做一个论断论证啊，像这个空间主要来说以后呢，重点的话呢，你要可以让这个空间。就是说，关注一下什么呢？父亲的一个身体的情况，父亲身体的情况还好。他这个是什么呢？他这个是大太极里面离卦，离卦呢有个见水的象，如果离卦如果真正是有问题的话呢，像这种其实见水的象呢，它本身它一个南北向这个也冲弱了，所以呢我们所看的一个前兆跟这个兆的话呢，老爸的身体来说，他明年来说应该是要多去留心一下，留意一下。留意留心一下这个方面的一些事情所以说乾卦就是火烧天门之象的话呢，我们所讲的其实算是空间来说也算是比较多注意的一个点多注意一个点。那性格方面来说，就是越这个空间呢是什么呢？那个年纪越大这性格越就是越倔的这是我们所讲的乾为天门嘛。火烧天门的话，一般对老父亲的身体影响比较大。再者，我们去看的话，为什么这样去说呢？整个来说，这个坎它就是宅主了，它本身就是宅主。这个来说就是主先天的一个肾先天为本的一个精气神一个肾，它也是主免疫能力、免疫力免疫力是吧？意志免疫力。你这个空间来说所讲的话，一般免疫力容易低下包括这种开门这边的跟这个的它免疫力容易低下的，人的免疫力一低下的话，你再通过空间再去看其他的一些事情的话，它这个像它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病症方面的一些事情就会表现得比较明显。到了流年到的时候流年到的时候，因为父亲来说是属什么呢？属阳的。属羊的其实这个还好，他这个命宫来说的话呢，没什么。通过这个空间去看的话呢，命宫来说没什么大的问题命宫来说没什么大的问题。小太极的命宫没什么大的问题，但这个代表所谓的一个坎跟一个乾，都代表什么呢？坎是宅主，乾的父亲。这个来说，对他父亲来说的话，免疫力低下的话，在这个如果是流年一到，这个能量的一个叠加。能量叠加，就是说真正来说，就是明后年的话呢，确实要多注意一下。我们快讲完了你过来，收盘子是吧？进来收盘子吃饭的话就过来买单，能够理解吗？所以这个空间呢，我们其他的你说财运这个，你不要说它有多旺。也不要说这个这个破个财就没钱吃饭了它也有一定的一个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收这个我们所讲的你看的那个离卦的一些象，外局的它有个艮的一个象的一个气往那边接艮卦的一个象这个气往这边接就是这边来说是有可能是不知道你这个是画的怎么样从这里去看的话，好像是能够。有一个气往这边来，但是远了一点，远了一点，再者来说的话呢，像这个空间的话呢，本身刑法来说的话呢是什么呢？你左高右低，它的刑法来说也有一定的一个帮助，有一定的帮助。但外局的话呢，在后面来说的话是什么呢？我们去看的话呢，这是巽也有个问题巽为风，所以说那个巽它其实就是乾巽这条路比较乾巽。
就是外局的巽卦跟内局的巽卦都有问题，这是外的巽。刚开始所讲的有内局的巽，啊，内局的巽，啊，这是加上金呢，乾卦的乾金，在内局的乾金的话呢，有灶啊，厨房里面的小太极的话，也是一个乾金的一个灶啊，所以这个乾巽这条线的问题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多，比较多的话就是以后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所讲的，父亲。他的身体的话，问题相对多。母亲的话呢，目前来说应该就是睡眠肯定会比较差一点。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两个人的情感来说，肯定是容易受影响的。啊，另外一个点的话呢，我们所讲的容易受影响。巽卦一凹了嘛，啊，巽卦一凹啊，一凹下去，内局来说巽气一接，然后震卦来说的话，你一看这震卦都是什么呢？这空间的震卦都是什么呢？空间的震卦啊，这边来说就是。纳气的啊，对不对啊？回来的话住这个房间，这个震卦呢也是纳气的啊。这块的大的太极的话，震卦这块肯定它也是有点空的啊。从个某个方面呢，从另外一个刑法来去讲的话呢，这是什么呢？啊，这是进盘的一个东了啊，这进盘的一个东边了，左边啊，东边啊。所以通过这个空间来去看呢，它是震巽，它也有一定的问题，有一定问题。那其实父亲母亲的话呢，通过这个去看，你说是分居的，如果是，正常来说的话呢，还不一定是说是，分居，秒空了，现在就是分居的状态嘛，跟媳妇两个人分居，也不一定啊，现在在学校应该是分居了啊。所以我们看的话，这个空间是什么呢？啊，它就是在这里面呢。虽然数据呢，数据来说是列了很多，但是呢，你自己的论断的一些东西的话，在这个大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你怎么去抓重点？啊，怎么抓重点？再加上呢，现场呢没有什么很多的照片，因为有照片的话，上次拿你家的那个仪去看的话，那有些功能啊，有些事情有可能看得比较细一点，看现场的一些像。啊，有可能会细致的更加多，啊，条件会多一点。你像你那个朋友现在住的话，他现在是回来住不住二楼啊？啊，住二楼吗？你像你那个朋友，啊，住二楼，主卧还是次卧？住主卧是吧？你的主卧这个纳气好吗？这个主卧纳气也不太好，啊，能够纳点理气，它是坎卦的窗户，坎卦的窗户，还整了个电视啊，在这边，从这里去立极的话，这个离卦还是有点电视，啊，它没有什么太，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相啊，辅过堂，啊，开门有点纳理气了，但是窗户当然也是个坎气，啊，次卧客厅。啊，次卧和客厅现在没摆放家具，就是次啊。现在这一块来说的话，这边的还是空的，是吧？那你看呢？这边的话呢，如果是洗澡间啊，整个来说，你说那个看个电视，凑了个那个斜了个脑袋在那里看，很别扭的。除非就是一个人在这里看，躺着看啊，躺着看，靠个枕头啊。准备回来过年弄的是吧？啊，所以啊，这个空间不太合适。啊，你如果可以的话呢，是什么呢？像这个房间的话呢，你不如从这边弄啊。那这个来说的话呢，你看是，当然来说这个门对门也不行啊，这个也不太好，都不太好。哈，想点辙啊，自己多去想想想一点辙，这个空间才稍微好弄一点。当然，在农村一个小房间呢，弄来弄去的，不足以决定空间的大局的一个因素。所以你简单的去把脉，就是说什么呢？这个空间的震巽卦肯定是有问题的啊。震卦来说，虽然这个问题不是很大，都是通过小太极反映出来的一些事情啊，就是睡房的小太极啊。大太极的话呢，只是说是在那一块的是稍微是空旷一点啊，空一点啊。然后巽卦的话，纳了个气的话，它外局
有个坑啊，再加上客厅的这个啊进来的这个地方的这种，比如说这种接的汛期，包括这边的拉的汛期，还有我们所讲的呢，巽跟一个乾卦的一个乾卦一个弱的话，在巽卦肯定来说是怎么呢？它也肯定也跟着一个反局，所以这个震巽卦通过这个去看的话呢，它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震巽这两个来说的话呢，所以说两口子的话呢，也容易在这方面来说有点问题啊。所以说通过分居这个事情呢，其他的细节的东西，人家家里面的事情你不太很清楚。另外来说，这个坎卦啊，大小太极，通过了大太极，还有这个这里面的太极点啊，还有它那个睡房的一个坎卦的气，不管是楼上的次卧。楼上的次卧啊，还是这个次卧啊，它的坎卦的气呢，始终来说都会有这种相，而且呢，一楼的这个父亲所住这个房间呢，开门就是纳坎气，坎气纳了以后呢，这个气还直接冲床头啊，坎气直接冲床头，这个也是主头啊，它这个来说的话呢，也是主头啊，头部，这也是主头部，刑法的一个头部啊，这个也是头部，理气的一个头部。啊，这个坎卦一弱，免疫力一低的话呢，肯定就对父亲的身体来说肯定是有影响的啊，有影响。母亲这种情况呢，就是肯定是睡眠质量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啊。这种空间的话，你这个汛期那么足的话啊，那个就是睡眠质量会比较差。所以南北线一弱的话呢，通过这几个象出来，那你再去看你那个朋友，他现在他住楼上是去年才住的，是吧？去年住的，原来住这个空间的话呢，其实就是像这种空间，它没什么贵人运。一看就是说呢，就像你那个朋友也是一样的，学习当中的话呢，就是升他的人帮着在学校或者出来社会的那种贵人运会比较弱一点，都是玄武比较容易动，刑法里面的玄武动，再加上理气的坎卦这种象，是不是？它也都是这种坎卦的这种北方也是主动。啊，去年加盖，原来2016年以前就住这个房间，这个房间的本身气也不够旺，你这样的话的这个气你怎么去那个？感觉来说好像是离艮学习方面来说一般般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去看的话呢，能够那什么呢？能够有一个艮卦的一个气的象，如果再通过这边来去看的话呢，就是通过大太极来去看的话，我们是像这种空间的，就通过大太极来去看艮卦的一个象。一个更外的像玄武主动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有利的一个条件，再加上乾卦来说有个贵字，这种贵字来说的话，应该不用放在乾卦乾卦来说本身也不太好你可以放在其他的一些宫位都行，再把这个床重新调一下调一下，我就觉得这个比较好一点。如果实在不那个的话，就弄一个俯卧床呗。俯卧床那个收艮气的话也可以，是不是？俯卧床收艮气的话，两边的话呢，再去调摆一下。这个空间太大了，实在不行就再隔一个房间出来。这空间实在是感觉太大太大了，完全可以隔一个房间出来。这样的话，这个气就比较旺一点。如果这边来说，这个旧的它这个再弄一个门洞出来，又纳一个艮气，这样就比较合适一点。初中没上完就不读书了，是吧？所以我们去看的话呢，就是它这个空间呢，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你比如说艮啊、乾啊，它都是主学业方面的一些事情包括你那个巽气，它也是属于玄空里面所讲的那个巽东南方为文曲文曲星的一个方位，固定方位这个从某个层面来说，这个空间呢。不太利学业，你包括那个二楼的话，二楼的这个情况的话，加盖了以后是什么呢？二楼加盖了以后的话呢，它这边也是坎气，那这边来说南北线的话呢，它这个稍微呢能够纳离气的话呢，但是这种来说的话，开个离门，但是窗户的纳这个坎气一样的比较重，所以我们所讲的这种空间的话呢，是问题，其实就是说的没办法，在农村的话。像这种空间的话，你要真正要去重新调整的话，绝对不是说摆几个东西的。所以在这里面呢，跟你们再讲讲一些事情的是什么呢？它有些空间的一些事情，像这种空间呢，一看它是房间那么多，而且呢这么狭长的一些事情，本身从大门口一直到后面都是一条线过来的，
本身就是一个气，我们说这个纳气进来，凶气呢也进得快嘛，是不是？旺气的话呢也跑得快，凶气呢它也进得快，所以呢我们所讲的本身就纳坎气的一个宅，它这个进这个气的话呢肯定就是没那么好，这就是这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什么呢，硬伤的一些东西了，所以这个空间呢财运能不能很旺呢？不旺，这空间的财运不是很旺，也没什么贵人运的，所以你总结出来就是没贵人运，免疫力低下的话呢，以后老父亲的身体还容易出问题。母亲的话呢，现在目前来说呢，也是一个父亲母亲呢，就是前胸一条线的话呢，我们说呢，前呢他本身也有母亲的一个相，其实这个空间的父母亲的身体都容易出问题，再加上那个巽宫的一些问题，就是所谓的一个对宫，他母亲的话是什么呢？母亲是属亥是吧？你看他本身那个，这个来说的话就是前胸一条线，它就会影响到这个，命宫的一些事情，虚亥母亲的在这边，在这边，结婚是吧？所以呢，这种空间呢，适合晚婚呢。如果是早的话呢，就还是问题还是比较多，但是至少来说呢，在那个什么呢，小太极的话呢，巽宫的话呢，就不要再出问题了。住的那个房间呢，小太极的巽宫就不要出问题了。这种，自己去看的话呢，也可以看得出的这个，在这个空间那个情况的话呢。今年回来是准备订婚的，是属于哪一年的了？多大了？他这个是属狗的，朋友是属狗的，今年多大了？你不要动不动说烂桃花，94年啊，到时候万一，应该是猪啊，那些95年到底是狗猪啊？是初中同学。要95年多少岁了你们看95年多少岁了年纪比较小，就是20几岁，22岁22、23岁是吧，那就是22、23岁嘛，对不对你个刚读完初中的22岁左右的话都要结婚的，你想这样的话呢，像目前来说我们所讲在这个年龄层次结婚的话呢，以后的路也会比较走的呢也会两个人走起来也比较困难一点比较困难一点因为空间来说它这个从一个点这种空间来说整个来说贵人运比较差，爸妈呢对你来说以后呢结的婚姻我们说讲动不动给你再弄一套房子了，有可能还不一定他没有这种相出来都是靠自己去拼，但拼的话你像这种坎卦的问题以后来说这种空间来说的话呢21岁的生娃了，你那是女的你要是女的现在说的话呢像这空间的话呢后面的话呢还是问题多，反正你引导人家只能说哎呀还行还行是吧，就两个字或者折中的一些说法你的空间我们可以这样去看，空间可以这样去看，你要人家一问到你一些什么事情的话呢，你看这种空间你自己以后通过他以后的家里面的一些事情的话，你再去翻看这种空间，你这样的数据罗列进来的话你就比较清楚，你再学习再印证的话以后每次翻看空间来去看的话呢总结的话就行你就可以看，但是人家问你的话还行还行老爸或者怎么样财运还行还过得去了就是说就是以这种情况去跟人家去说，因为你不是跟人家去家里面去调理什么东西摆弄什么东西是不是，你不是调东西也不是摆东西，能理解吗你们现在是学习，不要一开始给人家太多的一个建议你学习的情况下
所以啊，我们所讲的啊，现在都是想马上的效果的话，我就告诉你啊，其实真正来说的话呢，你只能是看他是在哪个方面想做哪些事情，去加强啊，去加强啊。所以你比如说是那个乾卦，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所讲啊，你要针对一些事情，乾卦了以后反映出来的问题多的话，你看乾卦能不能够把它重新把它处理一下。是不是？你把它照了，有些东西啊，在空间里面再重新的再适当的去调一下，啊，调有些空间那个事情呢，适当的调弄一下，摆弄一下，啊，以这个方面为主。但是你随便就是就为了摆点东西来去做什么呢？去做改变的话，这种事情的话呢，其实我们所讲的就不太靠得住。这为什么有些年纪大的话，或者一些住在风水上一些建议的话呢？别人说什么，你愿意去紧着去弄啊，不是说人家是什么不弄的啊，就等着来说，哎呀，你看出来是不是？我打你个红包，给你打个红包，哎，你给我一个建议啊，家里面随便添点什么东西，那就够了，那不行啊，那搞不了的。所以我们做室内设计的话，你像这个空间呢，我说的像这种样的空间的话呢，你在什么呢？我们说的在前期就是。做室内设计规划的时候，跟人家去处理了。你这种情况，你到后期，你看所谓的同气相求啊，所整出来一些事情啊，你是这种情况，你会叫别人去修建房子的时候，就做这样的动作。当然说呢，有些东西你说需要拆吗？也不需要拆啊，也真的不需要拆。但是呢，你就是在空间里面，因为你想农村里面它那种。是怎么呢？农村里面的，它整个来说的话呢，它要求不高，你只要空间的一个重新有些分割啊、区分啊，得当了以后就行了。比如说像这个空间的话，你这老爸他就不住这样的空间呗，你难道非得要住这样的空间吗？是不是？我就可以不住这样的空间了？你真正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你从这边隔的房间的话，你还愿意做调动的话，这边稍微那个墙啊。本身来说的话呢，这个原来是一个承重墙了，是吧？还是怎么样的？不清楚啊。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像这个房间的话，能够区分到三块的话呢，你这么房间你都能接受的话，这个房间你还不是一样的能接受啊？都是一样的，这样的去做，开门，朝这边开门啊，右手边开门，一个老爸老妈啊，或老爸或者是说他老姐怎么样的，对不对？啊，他这个就可以了。啊，这冰箱把它挪走，你从小小的方面去做一些改善，啊，小的方面做改善。你像这些地方的话呢，不是砍就是训的一个那个洗手盆，啊，不是砍就是训的一个洗手盆，就直接把它挪掉了。那这个空间呢，在前面这一块的话呢，你又可以做其他的一些去用了，是不是？你可以做其他的一些用，实在不那个的话呢，你自己去分这个太极点去看的话呢。拉过来，砍灶是不是？我就直接来说的话，以后家里面的我实在不行的话，我是不是把灶我的？当然说它前面是房子了，是吧？前面是些房子了，是不是？挪过来这个灶，我就改这边来了。厨房呢，改到这一块来说，这边就杂物间。这边来说，我们所讲的呢，你的砍罐呢，就算是在这边，那灶往这边去放也行。是不是往这边去放？那边这边开个门，收一个什么呢？灶来说，这边纳了什么气呢？纳了艮气啊！你把这个灶调到这边来用，厨房要那么大干嘛呢？啊，如果你实在当的大一点也行，灶始终可以调到这个坎宫这个位置啊，调到坎宫这个位置，这边来说做一个其他那个房间啊，杂物房或者干嘛的都可以。这房间做杂物房或者怎么样的都行，因为你这边来说的话呢，做一个灶的话，你要吃饭了以后，有可能会在这里去吃饭嘛，是不是？你这个从这里去吃饭的话，上菜也方便点呗，对不对？你们的吃饭是不是在这个客厅吃饭的，堂屋吃饭的？啊，你是这样的话，你这个呢封起来，啊，从这边弄一个那个什么东西的，多好，啊，也不用开门见灶，回旋了一下过来，也不是说开门见灶。到了这边的话，你这边又好做其他的一个功能规划，
其实能够改多少呢？就是重新用墙体去分割一下空间，你要求又不高，砌一些墙，粉一下，刷一下，实在不行的话就不要用油那个啊，就是直接叭叭叭刮一下就是了，是吧？弄好了以后就是说就劈下打下底下劈一下飞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说了发愤图强嘛，我是在家里面就是滚了一下墙体，滚得颈脖子痛。是滚了一下，我说门口那里再滚一下，所以那其实没有很多那个，我们要求不高，随便搞一下就是了，搞得好玩一样的家里面，就是，你自己弄的话，在农村能够有多高的要求呢？对不对？像我们那住了几年2年，如果重新要换的话，再换了就是了，但你这种空间的话，你要改的话，怎么不可以改呢？可以改，但是人家不愿意接受你这种改法，就想的就是说是坐享其成，放一个老毛，放个什么神龛。或者是说是放什么泰山石啊，搞点什么东西啊就可以了，就觉得这个就可以了。如果像我们在所说的那种改善的话，这种空间的改善性还有很大，改善性都很大。你在二楼的话，如果你真的还有其他的一个想法的话，二楼这块适当的按照那个想法啊调制调摆啊布置布置也就可以了啊，调摆布置布置，他有些想法了就跟着就出来了。我们所讲的也有一点，你要能够这个来说，就要能够那什么呢？或者那什么更气啊？或者那这个气那个气的话，你看怎么能够调得到啊？所以真正我们所讲，你这个空间呢，通过这个大太极去看的话，它这个又是坤见水的这种情况啊。坤见水的话呢，首先来说住这楼上的话啊，一般来说到后面的时候，家里面开支消耗就会容易大了。你非得要把这个男的要放到这边来吗？我就可以调其他地方去了，可以调到其他一些功能区去使用，等等很多一些事情啊，关键人家不愿意这样去做。看一些什么问题没有？像这种情况，那个庙空你大概清楚了没有？而且你们这些同学看这样的空间啊，相对来说它的关系相对来说主要是，又分一楼二楼，你其实你要去看的话，其实没有很多的其实巧可以取，你通过外局内局，你比如说外局它是坎，就是坎卦只是一条横路，但是呢外局的重点它有个什么呢？有个跟那里有个坑，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外局点。再加上刑法的龙强虎弱还可以，但是内局的话呢，一看就是那坎气，跟外局的这个横路北边有路啊，但这个北边的路还是一般般的问题啊，主要是坎气啊，再结合它小太极能不能接这个外局这个坎气的力量重啊，一层一层的关系接进来的时候啊，你就去可以看得到了啊，可以看到在哪个像出来了，所以。真正通过这些点的话呢，你们由大到小，你能够整理出它是哪几个点的挂的一个重点在哪里的问题点在哪里，你先论断再往这方面去论断。如果要想说调整的话，就刚开始呢，已经随便弄两下，如果他愿意去按这个弄，他就可以是吧？但是你是跟人家去看，你不能说呀，你家里最好这样弄那样弄，不到那种的机会那种缘分，你跟人家讲。都没有用，人家不当回事的。一般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像做设计也是一样的，人家真心来找你做设计，确实来说是比较诚心的找你去这个设计师来去做设计。比如说你的设计有名气了，呀，我就冲着你这个呀有名气，对你也客气是吧？我跟人家去做这个单的话呢，你跟人家做这样的单的话，你也比较上心，我就告诉你，你们是不是这样子的？你看有些老设计师一样的，时间做的久的，人家来说的话，哎呀，确实很诚心的去找你来做设计的话，不管是就算是私单，稍微那个一点，人家诚心的找你做设计，各个方面的，先不说你的名气有多大，那你跟人家所考虑的一些空间规划的一些事情，不管是
啊，除了规划了以后啊，后期呢用什么材料啊、人工啊这些东西等等，你会给很多的一些建议给了人家，能少就少，啊，能节省就节省一些事情，啊，别人对你客气啊，你其实你也会帮别人办事，不一定办得很差，这个也是一样的，你风水上人家对你来说的话，哎呀，比较有心来找你去，来重新来考虑空间一些问题的时候，你给人家的一些建议的时候。你也会同样也会啊，给的比较什么呢？比较中肯。再者来说的话呢，别人他也会比较容易接受你这个想法，去重新做一些规划调理啊，别人也会这样子的啊。不然的话呢，很多就是说，哎呀，无所谓的啊，别人就会觉得无所谓，啊，觉得这个是啊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啊，你给的随便啊，想了我就搞一下，不想我就搞不搞。那东西来说，你跟人家那些建议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很多空间的一些事情是这么的，就是，你不要想着自己我们所学的很多东西，这些东西看出来一些事情，就要给人家解决诸多一些问题。我所讲的那些东西，你通过这些点去解决的话，空间可以减轻。我们说不说多少，啊，30%左右、40%左右应该是可以减轻得了。他如果愿意这样去弄，如果不愿意这样去弄的话呢，他肯定的问题一点就相对多，啊。那不可能坐享其成，那个事情的话，有那么容易的一些事情。如果你再通过其他的一些那个一些空间的一些加强的话呢，也可以处理一些事情。别人的风水上的调理的，他比如说那是只是针对你那个点，比如说哎呀一看，哎这个空间来说哪方面的问题多一点，不管是健康呢，啊还是等等一些啊某个方面血液方面啊，啊还是最近来说口角方面比较多啊，你从这些方面来说去处理一些事情。你比较有侧重点一点，你要方方面面处理，你没就是没有哪个来说的话呢，拿了一个空间把所有的事情全部给处理了啊，现在来说也没碰到过啊，不是这个问题就是有那个问题的，我就告诉你。好了，看没什么问题的话呢，这个案例的话自己来说好好，是庙空的啊，他没做过多的分析啊，你现在庙空的话，你要其实现在再给你一个建议是什么呢？这个主要是健康啊，财运来说本身就不旺啊。你说在农村里面呢，有几个来说的话是什么呢？那个一般的农村里面有几个家里面是家财万贯的？当然不说1万块钱啊，我们说万贯啊，不是1万块啊，没有几个。所以说当地来说有钱的也就是那么几个，对不对？啊，一般的说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啊，能够过个日子。所以说呢，健康啊。情感，这个来说，家和万事兴，就可以了。啊，这个来说是，你不要想着一个空间动不动就是要发大财，也不要想那么多，是不是？啊，缓解一下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健康方面的问题比较多一点。啊，睡眠呢，啊，父亲的这些事情啊，啊，你看一下头部啊这样的一些事情，要多注意一下。包括坤宫现在来说也是有这个相，坤宫也见水了，啊，所以啊，这个男人累呀，这个空间一看就是样，拿这个空间一看就是男人太累了，啊，男人太累了啊。好了，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话呢，啊，我们到时候看明天啊，如果是君毅他有时间的话，我们到时候再看另外一个空间，他不在的话呢，我们就。啊，现在本身也快5点了，我们就明天再有时间，他在的话，我们就看另外一个，看这种空间，他给人家这个建议的啊，到时候我们再去看一看啊，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啊，没什么问题，咱们就先建议，建议给的什么还没说。那个建议啊，那个建议就是说，你最好是多从那个商品房先去看一下。商品房的话呢，相对比较简单一点啊，简单一点的话呢，数据来说的话呢，你去分析的话呢，它就不会像这种自建房啊，诸多的一个条件因素弄来弄去的话呢，又是大小太极，又是厨房，又这个那个的一些事情啊，一二楼的事情，有可能你们觉得稍微绕了一点。啊，商品房就相对比较简单，你先从商品房把这那个感觉看出来的话，看这样的话就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建议。
前期来说学，你可以多从那个商品房，但是也不是说完全局限于商品房啊，就是说你有可以能够实际求证的啊，什么空间其实是可以啊，但是像现在这种空间呢，你数据收集起来的话，但是你没有过多的一个自己的一些分析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只是说是收集数据，你们能够前期能够这样收集数据，已经后面学起来也是啊，也是非常快的。啊，这就是一些建议，啊，好了，今天的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啊，啊，退场，啊。